Try Galaxy 原先专为 iOS 用户而推出，今年就首度开放俾所有 Android 装置。打开 App 时，手机就会摇身一变，成为三星手机界面，可以体验 Galaxy 系列用法。今次更新仲开放埋 Galaxy AI 功能，例如通话即时翻译、信息即时翻译、智慧助理、智慧相片编辑器等等。当两部 iPhone 进行串联后，亦都可以模拟 Galaxy Set Fold 5体验折叠电话。有兴趣试玩 Galaxy AI 或者考虑转用 Samsung 手机嘅朋友，不妨到 trygalaxy.com 试试。就系有，乜都有。